个带棍夺冠，这上好谈。哦，带棍几啊种好处，防身、身体各用。哎呦，这是种什么所在呀？哎，成功啦！榻榻米，榻榻米，你知影无？瓦萨米嘞，啊，阮想要讲，互阮的体格搁较水的啦，敢唔办法嘞？我叫人表演互你看。啊！你是倒位来乌目送哦？乌目送，伊若伫路林咧行，嘿，啊，若去，比如讲去撞到做路林的龙啊，啊，你若无法当应付，你着白白去用安怎的？啊！若生理方安怎，你也无可能报案。那可能就兼老电话给人。大家好，今麦头路真歹做，做啥物行业拢袂趁钱。刚才我头壳袂歹，到变长，即马落去做这個，你有看无？猪哥带棍夺冠，这上好赚。学带棍几啊种好处，防身、身体各用，别人袂甲咱欺负。哎呦，这是种什么所在呀？嘿，成功啦！榻榻米，榻榻米，你知影无？瓦萨米嘞？这是带棍柔道馆。哦，你这是学功夫的人才用个比，恁查某袂用个比。妹妹这是道馆哦，啊，咱哦四个啊，拢嘛水查某囡仔啦，哈。啊，阮想要讲，互阮的体格搁较水个啦，敢唔办法嘞？哦，吼吼吼吼吼！我是大姐啦，二妹啦，三妹啦，四妹啦。哦，这拢姊妹啊。姊妹啊啦。恁姊妹啊，恁更加爱学跆拳道。无学无用的。啊，学这有啥物好处咧？那是你的身躯啊，有功夫在的时阵，后背啊对你好处足多。我叫人表演互你看，内面的出来。啥物款的表演啊？啊！你是倒位来乌目送哦？乌目送，你也看卖啊？伊的体格你有看无？这种体格无简单的，因为伊伫我这学跆拳出身的。功夫足在，很多像我们这种人走在街上啊，人家等的是等去厝的时阵啊，实在是真可怕，真可怕啦。所以哈，阮来学这款的啦，才袂好迄落色狼欺负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伊若伫路林咧行，啊，若去比如讲去撞到做路林的狼啊，狼色狼，你知无？你讲啥？我听不懂。色狼，色狼。色狼啊！色狼嘿！像你这款的，就是色狼啦。我无可能，你无可能。我是做跆拳道道馆的馆主的人，我袂用做色狼。啊，你知不知？啊，若假使去撞到迄种的，你就爱有法度人应付。啊，这够无？啊，你若无法度人应付，你就白白去防安怎的？啊，若生理防安怎，你也无可能报案。那可能就有兼老电话给人。来，表演给你看卖。比如讲，这个查某。在路上在那走，去撞到色狼出来，来开始。啊，这都有狼啊！查甫伊就是猪哥啊，伊今仔日就是要甲安怎啊？也袂啊，当然伊的手啊就对伊好累啊。哎，你知唔知？哎，什么好处真多啊？倒落去，你随在你安怎？你遐搞哩？哦，你怎啊倒下咧？怎啊倒下咧？啊，老弟，你一直看，一直看。